嗯，他比设计图还强。来了，飞侠，飞侠姐被打闪，喂，毛凯，这一波是没闪的，进场要送了，微微，微微送了，奥利安娜拿到了一血，哦不对，岩雀先把一血拿了，一换一，这波 EDG 可以接受。 炸弹人的伤害还是很可以的，不比威鲁斯差。哎，行，但泰坦没大的，还是能打出这个闪现。在小楼之前的话，行的大招跟闪全部被打出来，而且19秒的一个 timing 是要回家吗？又是阿乐，哎呦，阿乐有眼，马上没眼 ，Q 3贴脸躲了阿乐。 行，阿乐被打闪，走位再硬点哦。这里捆到了梦奇，梦奇闪现拉开，贾斯怎么说？感觉阿乐好像被追死了，队友人呢？那送了，那被五个人追掉了，那这波真尽力了，没辙。中二 EDG 能推吗？如果能推中二的话，这波也不亏，推了 EDG， 继续。 不继续了吗？但 EDG 目前来说，整体节奏还可以。但是这波 Fisher 如果被抓的话，Fisher 能换吗？啊，这闪现干嘛？要拖，这多拖3秒，然后阿乐还被骗的踢过来。啊 ，EDG 干嘛？ 开始了，开始展现出他们2杠11的魅力。斯考特有闪的，吃了一满套，反倒泰坦这里先出手的先倒，而且这里梦奇一枪能做掉吗？做掉了 斯考特， 微微没闪了，那战神呢？无敌战神的呼啦圈一转，谁也转不到，行过来。这里直接撤了，一换一，这一波 EDG 还行。 李林基这里正好打大龙，李林基视野做的很完美 ，EDG 好像不知道，现在应该知道了吧？还不往前拱吗 ？EDG， 南向这里还在吃他的黄，那不吃了，完了，这大龙要被抓了。EDG 这一波生气，直接上去秒嘎啦，嘎啦又闪现，但是这一波 EDG 要追，好像没有扭掉，我扭掉了。 没有勾到 ，EDG 还能后续继续输出。泰坦的大招直接给到一个奎桑迪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奎桑迪？啊 ，EDG 这一波只杀一个吗？杀2个吗？阿乐再说给我人头，但是南枪这里的话，还是吃掉了。还行。TP， 快踢走炸弹人！ 这样子跑不掉，他不知道有人踢过来了，糟糕！阿乐还要救，法条也要救，那就救，上去肿，法条用大招拉住，没问题，阿乐一个护盾去抓2个，法条还在输出，但是这个鬼藏迪肉的一塌糊涂，阿乐再跳上来三锤，差一下打不死，太肉了鬼藏迪。 哎呦，太肉了呀！伤害灌满了。阿乐把夏尔带掉了，阿乐这盘等级太低了，身上有针眼的应该是能跑，跳过去有嘎啦，嘎啦一个大招肿啦，鬼藏迪跟上，嘎啦好大，把阿乐要带走了，没有带走，帮我挡一下泰坦。 泰坦挡住，有加1速 buff 的泰坦闪现呢，没用出来，没关系。对面毛凯杀你没有资源，不亏这波 EDG， 阿乐不死绝对不亏。怎么说行？哦呦，反应很快。这条小龙30秒刷新，行又是早早的被打出的闪现，但是他做了很多视野，看看对 EDG 的帮助有多少。 现在的话 ，EDG 正面打团有阿乐，阿乐被破克了一套
奎桑 DQ3 没有中 EDG， 这里做视野还是要小心一点啊。泰坦站得那么厚，不是有闪的吗？泰坦哥毛凯也没闪，行也没闪，泰坦可以主动出击啊。阿乐去下路了，这不不能出击了，等阿乐，阿乐还在绕，阿乐在干嘛？阿乐想等闪吗？阿乐在吃果实，自己满血了。这条龙李林基选择要来接，还不如去推中路高地啊。李林基这一波，李林基要接，岩雀要封路了。这里炸弹人是被谁破克的？已经半管了，过不去了。阿乐进场了，阿乐进不了场。EDG 这里有点急，泰坦一个勾勾到了微微，微微毛凯没闪呢，阿乐拉回来，完美，但伤害不够，炸死了吗？没有，发条的 DPS 呢？所有人都打出了 DPS， 发条的呢？发条为什么不打？打这个毛凯啊？发条到底在干嘛？这毛凯没闪，他不知道吗？微微可以一直丢种子啊，已经在打了，打的速度很快。发条去上路吃线了，发条，哎，别漏了，没漏，没漏，没漏，这波有机会，有机会抢。哇，可惜了，73滴血没抢到。发条这里为什么也不用大？我操，自己还果实下去，飞仙儿。这个龙他大招又留着，留。他刚刚这个大招用了，说不好抢到了，就差73点伤害。他又不放大，老板，他这个大招留着干啥？对面拿了大龙走了，他还在留着下一波。啊，这个也行吧，这个少一点吧。乔妹妹没有到是吧？阿乐交闪还是得死，气了，全没了，那倒了，那死龙了，风龙，哎呦，我的男枪被致命一剑半管血没了，还要遭这一剑啊，还在往前拱，男枪移过来，斯考的嘴儿里，哎呦，但是这一套差点把斯考的秒了。这一剑嘎啦中了，男枪玩得很狂很飘逸，被破克有点晕，忍不住了。阿乐也没闪，这一波的话小龙给了，继续发育。哎，什么情况？ Monkey 又被逮到了，但是这一波逮到了这边的行，一换一了。发条大的打了个紫卡，飞仙过来，哦，阿乐过来救一下飞仙，但是正面泰坦没用出来大招，死了已经。这大龙换李林基拿下来，40来分钟差不多，再回了补给一波，我再出来打大龙，稳不稳？我就问你，我中上全回了 T 出来打。等阿乐呼啦圈一转，阿乐什么情况？这龙有点难 ，Q3 留在手上，紫卡抢不了。大头偷一套伤害还是有点痛的。直接开的啊！泰坦这个勾有可能会被一波啊！哎，这是谁帮他给了个眼，让阿乐跳过去了？啊！反正是李林基的人给的眼，谁给的？大头吗？我操，就这么稀吗？阿乐说我没眼呢，对面的兄弟帮我给一个。OK， 我来了，反正肯定是你现在人给的，而且这个时间点能给黄眼的只有辅助了，只剩主基地了，慢慢平 A 就掉了。
飞仙儿，飞仙儿，飞仙儿，用出来大招，用出来闪现了，光勇现身。阿乐这里一个人锤五个，李林奇这里人也不拆，就是要杀李乐。OK， 乐死了，家没了。